人体的任督二脉和这个中脉以及精气神和修道的关系。过后呢，还有几个人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说还是不很懂，希望我还能够再讲一遍。体内的精气神与任督二脉以及中脉，他们和修道的关系是有密切的关系。自古道，大道不逆身心，逆开身心无大道。修行最基础无不是修身体，只有把身体修健康以后，才能够修心。也就是说，道是由身心合合组成的。尤其是佛门里面很多修道的人认为与这个臭皮囊没有关系，不注重这个身体，结果修行几年以后身体就垮掉了，实际上转到最后又在重新修身体，那就不是在真正的修心了。如果刚开始在修道的时候没有忽略身体的话，也就不存在把身体搞垮了以后又重新回过头来修身体。有许多人结果修到最后都是身体上一身的病，身体就没有修好，又怎么可能修心态呢？作为一个常人，心里面都是被生理所牵引，佛门里面讲心能转物，我们在座的谁能够以心理转变生理呢？要按佛门里面修学的次第来讲，你不到九地十地的菩萨不可能以心转物，也就是说在九地十地以前都是物来转心，也就是说用生理，心理受生理所支配。我们通过佛教史上可以了解到，过去那些祖师大德哪一个身体不是气宇轩昂，吼叫一声地动山摇的。看看我们现在的和尚尼姑，哪一个有这股力气的，活得都像死的差不多，说话也没力气，走路也没力气，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难道我们现在的营养还赶不上一千年前佛教的生活吗？为什么过去的修行人精力那么充沛呢？现在修行人的精力啊，昼夜都从六根里面漏掉了，根本没有进入任督以及中脉里面去。既然没有进去，也就谈不上修身体，身体就没有达到修炼，又怎么可能修心态？身体里面一点点能量全部漏掉了，真的都成了一个空壳了。过去在禅堂里面很少讲到身体里面的精气神，那是因为古人修行的早已经降服了生理，所以在禅堂里面都不讲修身体这一堂课。因为在过去是能够进禅堂的就相当于研究生的，试问大家研究生的课程里面哪里还会教横竖撇拉呢？并不是像现在的人都可以进禅堂里面打坐，因为现在坐禅的人都是做做样子，根本没有功夫，甚至禅堂里面坐禅的人也少之又少。广开方便法门，
谁都可以进去打坐，确实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大家也会误以为佛法就是这样，盘盘腿坐一坐就是在修道。实际上在禅堂里面，六根都在打架，从来没有禁止过。当一个人生理里面的能量你没有堵截住，没有降服它，生理会很快枯萎下去。你人坐在这个地方静坐，心里也静不下来，因为你的生理里面是空掉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把生理的元气给修充满了以后，它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心里才不会产生杂念。之所以心里里面有杂念，那是因为生理里面的空间太大了，就像一个空的杯子一样，里面有一点点水，它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个水在身体里面，在杯子里面荡来荡去。如果说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充满了，没有空间让它动荡了，心里也不会有杂念。一个精气神充足的人，他的反应与思维都是很敏捷的。大家之所以迟钝反应不过来，就是因为生理的这个线路啊，里面不畅通，有阻碍。为什么不畅通？就像一个水管子里面没有水，断断续续，有时候会断路，中间有气泡存在里面，这一段有水，中间一段是气泡，气泡前面这一段又有水。如果说里面的水全部充满了以后，中间就没有气泡，可是六根不关闭，任你怎么用功修炼，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可能充足。身体的能量不充足，它不可能往上升，它既然不往上升，头顶这朵莲花永远不可能开。你们都看到过莲花是怎么开的，那正是因为下面的能量不断地通过荷花杆输送给荷花苞，才能够促使荷花开放。如果荷花杆的能量供应不上给荷花苞，那么荷花苞又怎么会开放呢？下面的能量不往上输送，这个荷花苞怎么开放呢？荷花苞之所以开放，是因为下面的能量有足够的能量，而且持续不断的往上输送，才能够迫使荷花苞开放。这个荷花苞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头，我们开顶开悟开脉，就是通过我们的中脉，也就是中枢，积蓄的能量不断地往上输送，我们才能开顶开悟开脉。如果说能量没有凝聚起来，从下面都漏掉了，漏是一是指夫妻之间的生活频繁也会漏掉，二一个指人有欲望也会漏掉，三一个指你的耳朵听多了也是漏，嘴巴讲多了也是漏，眼睛看多了也是漏，心里考虑问题多了也是一种漏。它的六根呢都可以漏掉，它从下面都漏掉了，根本没有多余的能量通过这个中脉往上输送，所以这个莲花它就不可能开放。为什么这个莲花长得干干的、瘪瘪的、不够饱满？就是因为下面的能量没有完全输送上来。为什么人的头脑反应痴呆？就是因为它没有达到足够的还精补脑。这个精是指的先天的元气，绝对不是指后天能够生育的精子。
之所以有后天生育的精子，是因为有了强烈的欲望，才在元气的基础上降落为后天的精子。因为生理里面的这一股能量在这个头上就是一股神光，在我们身体的中部，也就是胸部这一带，它就是气。这个气绝对不是呼吸之气，呼吸之气仅仅是一根火柴，木头燃烧，在这个之前首先一根火柴燃烧，我们的呼吸之气仅仅是起一个火柴点燃的作用。有了欲望以后，不断的在沦落下降，行到身体的下半部，就完全变成后天的精了，这是只能够生育的精。如果没有欲望的话，它就保持先天的精力，或者说是叫做元气。古人的对这个气是怎么写的呢？上面一个无字，下面一个四点水，四点水指的就是火，无火便生气，也就是说没有欲望之火就保持先天的元气。既然是先天的元气，它就进入先天的轨道，也就是进入这个中脉，输送给这个荷花苞。我们现在的能量之所以进入不了它先天的轨道，为什么要走后天的轨道，也就是从下面漏掉了，它是因为不能够保持先天的元气。既然不是先天的元气，它就进入不了先天的轨道，它既然变成后天的能量，它就必须要走后天的这条通道。为什么宗教里面都要节欲，甚至节欲到进入一个极端，就变成了禁欲。如果说你的欲望，心里的欲望没有降服的话，你生理禁欲的越多，你心里的欲望越强烈。之所以心里面没有欲望，那是因为你生理的能量已经降服了，已经保持先天的元气，进入它先天的轨道，所以就没有后天的生理的以及心理的欲望。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以后，你心里暗示自己不要饿，他还是会饿。如果说你吃饱了以后，你心里暗示自己叫他饿，他还是不会饿。因为凡夫都是生理影响心理，只有九地十地的菩萨才能够用心理改变生理，也就是说用心理可以影响生理。既然我们都没有达到九地十地的菩萨，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修心理，只能够修生理。可是大家又不知道修生理的方法，就算是你知道修生理的方法，你把生理修好了，这只是一个修道的基础。因为道分成两个步骤，一个是修生理，一个是修心理。实际上我们如何做到能够让生理和心理协调统一，如果说是做到这一些，才谈得上修道入门。只有等到身心平均的和谐的，这个能量才能够保持先天的不断的持续的进入它先天的轨道，输送给荷花苞。荷花苞开放了以后出去，这个时候才谈得上把生理心理这个工具彻底的扔掉不要了。这个时候才是修行的开始，才谈得上不需要色身的，不需要这个臭皮囊的。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出去，没有脱离身体，所以没有理由不爱惜自己这个臭皮囊。就算是你可以脱离臭皮囊，那个东西在上面不断的在衔接在修炼的，可是你还要回来，回到这个臭皮囊里面，你要弘法，要度众生，还是要爱惜这个肉体。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体力跟不上呢？你看在座的很多这些出家人都是20来岁30来岁，可是他的体力又像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样。
别说你们体内这些能量用来修道的，甚至连维持生命，我可以告诉你们都不够。你体内的能量连你的身体的消耗都不够，你哪里有多余的能量来修道呢？体力跟不上，你的心力也不会持续太久，更不用说你的魄力了。之所以有魄力，是因为你有生理的能量做基础，加上你心理的能量来辅助，你才可以达到魄力，才会有爆发力。一个人要长寿，要修道，首先就要生理健康，再加上心理健康。有许多人说自己修道偏差了很多，我没看到一个修偏差的，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迈步，从来没有修进去，怎么还谈得上偏差的？你以为你自己走了几百里路了，实际上你一里路都没有走，既然没有走路，你又如何是偏差的？你认为自己学佛修道用了十几年的功了，一直身心没有停止的在修炼，可是你一直在原地踏步，确实身心没有停止。既然没有踏出去，怎么可能会走错路偏离方向呢？四禅八定不修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你不可能偏差的。所谓的偏差，只有你经过了四禅八定再继续往前修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偏差。四禅八定是所有歪门邪道以及与佛法他们的共法，都要走四禅八定。只有在经过四禅八定以后，才这个阶段才分了很多岔路。你如果走对了，就进入佛道，进入究竟的道路；你走错了，就是进入一种邪道。我们在座的谁修完了四禅八定？没有一个修完，连初禅的都找不到。楞严经上面讲，你达到初禅，后天的能量就没有了。何为后天的能量？不管你是男同志女同志，你就没有周期性的生理，就不被排泄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修行的次第，甚至有很多人误以为自己成佛了、成菩萨了、成罗汉了，再加上外行一吹捧你，说你确实成菩萨了，已经达到几禅几禅了，高兴的忘乎所以。因为不知道修行里面的次第，所以别人一说自己就相信了。为什么我一再告诫大家一定要读佛经呢？你没有入门靠佛经指导，你入了门的靠佛经来印证，从始至终经典都不能够放弃的。如果你不喜欢读经典，你身边必须有个过来的名师，否则的话你就必须要不能够离开经典。但是有的人偶尔的在某一个阶段，他生理的能量也会瞎撞，他有可能撞进了这个中脉里面，身上的头顶，也就是说供应给这个莲花包了，他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昼夜六时都不需要睡觉。我刚才讲过，这个莲花包就相当于我们的头一样，头得到这股氧气，头不会缺氧的，所以就不需要睡眠的，或者说睡得很少，它不会昏沉。纵然你达到这个阶段，你没有足够持续不断的能量往上输送，看到我的手，这个能量冲不出去，它还会要降下来。当往下降的这个阶段，头脑又缺氧缺能量，又要天天呼呼大睡，活得没精神。你说睡也睡不熟，你说不睡又没有精神，因为这个氧气啊能量它下降来了。当它下降的时候，这个阶段你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生理的欲望非常强烈。如果你懂得这是修行的反应，你通过一些方法，修炼的方法，你保持这个能量不变成后天的能量，而且不让它排泄掉，
这个时候就要靠法来，就是方法来，你保持的能量再一次回身上来，不断的上来，供应这个莲花包，莲花包马上又有足够的能量，意味着头啊又不缺氧了。这个时候你的头里面就会噼里啪啦放鞭炮一样，打雷的声音呢，鼓声音、鼓声呢、钟声呢，这个眉间呢、额头啊，就像打雷闪电一般。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下面能量还是持续不断的往上送，它有可能就会莲花啪的一个打开，它冲出去。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你的能量从下面漏掉了，或者有发生夫妻关系的，或者有欲望的，那能量又要降落下来，一降落下来你的欲望会更强烈。等到过了这个阶段，因为你修行的心呢没有退失掉，你又不断的修，这个能量又再一次上来，头脑里面又有反应了，看到一些幻境呢，一些光啊，一些声音呢，一些菩萨的形象啊，这些都叫做沿途风光，绝对不是目的地。可是你的能量还是没有持续不断的往上输送，它上来了以后只是够头脑够这个莲花包用一段时间，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莲花包把它胀开，所以它的这个莲花包里面在头脑里面盘旋一段时间又要降下来。如果说你下面没有欲望产生，这个能量它就在头脑里面盘旋的，就停留在上面的，就不会再降下来了。如果生理的下面一有欲望产生，它头脑里面的能量马上就要降下来，它一旦降下来再往上反弹就相当困难，这个时候必须要方法。纵然你反弹上来了，未必都能够打开，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方法，本身它在上下这个中间也不是能够说下去就下去，也不是说能够上来就上来的，它在中间要卡在这个地方的。也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修行人胸闷、胃出血、心脏病复发，因为都不知道对治的方法。我刚才讲过，纵然你把整个通道打通了出去了，这还不算的圆满，这只能说修行的某一段落你可以结束了，你出去以后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开始。那么你们会问，身体里面这股能量是从哪里？这一股能量啊，是从上面先天本来就具有，在投胎的那一刹那，它飞进来的，飞到母亲的子宫里面的。谈到这里，我跟大家把话题讲得再开一点。为什么有的人修行特别敏感，也就是说有的人呢特别聪明、特别敏锐、智商高，有的人非常迟钝，有的人的记忆力非常差，做过去的事情再也回忆不起来了，有的人从小两三岁的才记得。比如说一个灵体在父母亲做爱受精的那一刹那，他就飞进去了，住在子宫里面住十个月的话再出胎，这一类型的人非常迟钝，几乎是没有灵性，完全是追求物质，即便他追求物质也不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如果说在父母亲受精完了以后，比如说四五个月以后他又投胎进来，也就是说在他子宫里面只住了五个月的时间又出生了，这种人就比较聪明一些。还有极少数的人在母亲要分娩那一刹那，他的灵体才飞进子宫里面，也就是说在他子宫里面只是住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就又出胎了，这种人的灵性就不昧，不会沉睡，不会昏沉，他生下来就知道修行，即便他不懂得宗教，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他的修养都符合修道人的标准。为什么有的灵体
在子宫里面，就是住一两个小时，有的住几分钟，有的住几个月，有的住十个月呢。这就是业力，归根结底就是业力。也可以说，我们在座能够学佛的，敢肯定我们在子宫里面都没有住到十个月以上，有可能都是住那么一两个月，甚至还有刹那的都有。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都能够童子身出家，从小出家，因为那个灵体只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住了几个小时，所以他不会昏沉，不会睡着。他一出生，他的想法，他的思维还是按修行人那套方法，所以就能够从小出家。这个力量既然它是从上面进入人的身体里面的，那么也有理由还让它从身体里面反弹出去，与上面力量相应。之所以容易和上面相应，因为它本身就是来自于上面的力量。可是这个力量它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没有通过一种方法把这个力量再反弹上来，逆向再往上升。如果这个力量一旦往上升的话，加上上面的力量它本来是往下降的，所以自然就合在一起了，自然就合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达到这个功夫出现，你想退失菩提心都不可能的。你想退失菩提心，你的生理不跟你合作。你们是否听说过密宗道家里面修行某个阶段以后，生理的功能都失去？你这个时候有心想做夫妻之间的事情，生理上不跟你合作了，因为你生理里面这股能量已经和上面力量紧紧地合在一起了，连接在一起了，它都不会往下走了。既然不往下走了，生理的功能都会失去。你们是否听说过道家里面讲的降白虎斩赤龙，马阴藏象，就是这个道理。可是现在呢，你不想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生理里面的能量它迫使你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即便是你不做，生理的能量迫使你的心里不得不这样想，因为你没有办法转变生理里面这股能量叫它往上升。可现在的能量是往下走，一往下走，生理就会牵动你的心理。等到有一天你这个能量转过头来往上升了，出去了，和外面的力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你就能够感觉万物同一体，天地与我同根。那个时候才知道不是前进乃是后退，都是回到了自己的源头，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别的事，只是从上面下来周游一圈，终于又回到了老家。可是有很多人他根本没有在生前达到把这个东西修出去和上面相应，等到死了以后四大分裂了，四大没有力量包住先天掉下来的那个力量了，包不住了，那么先天的力量会到哪里去呢？会随着你的业力决定方向。如果说你生前的习性很重，什么习性呢？修道的习性很重，它会进入修道的那个层次里面。如果是生前贪心很重，会进入恶鬼道、畜生道。实际上我们念佛打坐修禅定也是培养我们的习气。一个人临终以后的去向是根据习气决定，佛门里面说是根据这个定力，根据业力。因为我为了让大家明白，换一个词语来解释，就是根据人的习气，
大家不要听到吸气就把它想成坏的，念佛也是培养一种习气，你念佛的习气不培养起来，你想往生净土是不可能的。你们都看过火箭发射，他刚开始做了一个架子，架子里面装上火箭的弹头，弹头下面堆的全部是火药，通过一种方式把它点着，火药一燃烧，火箭的弹头通过这个架子把它发射到空中去。我们的身体就是个火箭发射的架子，我们的中脉中枢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通道。我们的灵体，或者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我们的本自信，总之那个东西究竟叫什么呢？千百年来各个宗教都有一个名词，民间就叫灵魂。我们在这里不要说它是什么名字，我们都承认有个东西。学佛的人，你如何叫这个东西飞出去，就是要下面有足够的火药，而且储存久了以后你还要学会把它点着，火药再点着再燃烧，产生强大的热量，才把这个箭才把这火箭头给输送到虚空中去，进入这个宇宙太空。一旦它进入了太空，就不需要能量了，就不需要火药了，因为这个火箭头本身就是从太空下来的，太空本身就有一种能量，自然火箭头和太空的能量就合二为一，紧紧地扣在一起，产生一种吸引力。所谓的修，就是修下面的半截，所谓的念，它出去以后就是念出去以后的那个东西，叫它上去就上去，叫它进来就进来，无数次的训练达到百发百中。如果说你生前能够出去，但是未必你能够百发百中的出去，就算是你百发百中的能够出去，在你临终四大分裂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你是否做得了主？有的人问过我，说是生前能够出去，但是有时候出得去，有时候出不去。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正好你临终的那一口气碰到你出不去，那你一生又是白修了。况且大家还不是在生前达到100%的可以击中，100%的可以出去，只是有时候可以出去，有时候又出不去。所以说必须在活着的时候训练无数次，百发百中，随时进进出出都做得了主。修道单凭虔诚没有用，单凭有个方法还是没有用，单凭有个好师傅还没有用，单凭有毅力还没有用。修道成佛是一个综合素质，各个因缘条件都具备，你才能够开悟成佛。为什么我见到你们这些虔诚的人，我都有气，我都想骂你们呢？你们总以为就凭虔诚就可以了脱生死，单单的虔诚与修道丝毫关系没有。单单的你有胆量、有毅力、有魄力，与修道还是丝毫关系没有。你单单的有一个法门，还是与修道丝毫关系没有。你单单的凭一个活佛坐在你身边还是没有用，你必须这几项都具备，你才能够了脱生死。就像是一颗种子能够发芽开花，单凭种子也不行，单凭有水还不行，单凭阳光还不行，单凭有土还行，必须条件具备，缺一不可。每天出坡呀，我看到你们这些和尚都是20多岁、30来岁的小伙子，为什么没有一点虎气？虎虎生威的，你去到哪里去的呢？都漏掉了。为什么都漏掉了？如果说一个人修行的心很强烈，
也能够让生命的能量截止住大部分。如果你再加上适当的方法，就可以把另外一部分也能够堵截住。两种力量具备了以后，生理的力量就充足了。这个时候，不管你是说话，还是走路，还是办事情，用不完的力气，降服不了生理，就没有办法渗透到心里。既然渗透不了心理，你也就不可能彻底的转变生理，因为身心是一体，它如同左脚和右脚的关系，仅仅一个脚是很难以迈步的。实际上常人的力量是很难以达到进入这个中脉的，甚至连任督二脉的力量都没有进去，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最初它是进入任督二脉，当任督二脉充足了以后，它才会进入这个中脉。你们看到过苹果，比如说苹果它上面，这是个苹果，这么一点点是个苹果，它这个地方有个地瓣，它这边一个肚脐眼的，这肚脐眼到地瓣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中脉，就是个中脉。你们说这个苹果它本来长在树上的，为什么会脱落啊？大家只知道说是长熟的，到秋天的，这实际上这都是外行，只是说了一部分。我们现在修行就是如这个掉落了地上的苹果再回到这个大树上，这个大树就是宇宙，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人呢就是一个苹果，宇宙就是个苹果树，我们就是从树上脱落的一个苹果。为什么会脱落？因为地球有吸引力，所以长到一定的程度就把它吸到掉到地面上来了。既然地球有吸引力，为什么这个苹果可是刚开始就掉在这个树上，长在这个树上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树啊当作一种宇宙看，当作虚空太空来看，因为这个太空上面也有一种吸引力，如果太空没有吸引力，树梢啊为什么往上长呢？树梢不往下长呢？之所以树梢往上长，就这个树梢，因为虚空宇宙里面也有一种吸引力，所以我们生理的能量没有理由一直叫它往下沉，有足够的理由让生理的能量往上升，因为宇宙有一种吸引力，既然宇宙上面的力量一直在渴望我们生理的力量往上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通过一种方法让下面的能量往上升呢？实际上升到一定的阶段，就意味掉到地上的苹果又回到了宇宙上，又回到这个树上，又挂在树上摇摇摆摆的。因为苹果它在树上生长到一定的程度，里面的能量，也就是说里面的养分和糖分充实了以后，饱和了以后，它就不需要宇宙，不需要这个大树再给它补充了，它就这个苹果必然要脱落掉地。如果你不让它脱落掉地，那么现在就要返本还原，把这个树上的能量供应给苹果里面的能量，再把苹果的能量再返回去，通过这个苹果的地瓣，通过这个地瓣再输送在大树里面，再返本还原退回去。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微妙的法门，你以为烧香拜佛就是修道，你以为诵金刚经就是修道，你以为吃斋就是修道，你以为剃个光脑袋念句阿弥陀佛就是修道，这些与修道丝毫关系没有。也许大家听起来很残酷，但是你们在我身边，我不得不实话实说，你们所做的一切与修道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都是从宇宙这棵大树掉下来的一个苹果，因为我们体内的能量已经足了，已经满了，它就不需要这个树在供应了，这个地瓣就脱落掉下来了。如果我们现在想回到这棵大树上，这个苹果呀，想回到这个大树上，你就必须把苹果里面的能量再通过这个地瓣再还给这个树，还给虚空，还给宇宙。这是方法，不是信仰可以达成的。信仰即只是一个辅助，只是达成这个功夫的其中一个因缘，一个助缘。好啊，今天就讲这么多。老师，我有三个问题要问。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大概到10点到1点到2点之间，我睡觉的时候，那个从心脏这个地方呢，就忽然有一股就开始有股暖流似的，还是怎么着，就开始身体做一种波浪状的运动，运动两下它就停止过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它又开始身体就开始做波浪式的运动。这是你的脉，这个心脉啊，一种能量在里面在走动。你如果说你的能量继续不断的补充，就会达到一种脉开心结。你这个功夫结束了以后，你永远不会生气，前面不会感觉到一种憋和闷的气。人最难开的有三个阶段，一个是下半身，一个是中半身，一个头顶，这叫做。在道教里面，在密宗里面，对这个三个阶段都有很清晰的论述。如果你上面通的人，绝对开智慧；中间通的人，绝对不会生气；下面通的人，绝对不会有生理的欲望。因为你上下三个阶段都不通，你憋在胸部，你就会得一些胃病、心脏病，甚至周围的肝和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而且呢，你要是说你的修养功夫稍微好一点点，它这个能量就不会波及到周围的，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它就会在这个心脉的，它是一个也像一个花苞一样，它如果能量不断的补充，它都会不断的分散在这个花叶上面去。你说这种情况正好你的心脉里面有一点点能量在充实不断的这个心脉的时候，这个心脏的力量它往周围啊在辐射，因此你会感觉有一种气波一样，有一种气浪一样。身体确实在动，就是很温柔，就是跟那个做潮浪浴似的。你这个时候躺在床上，平静的仰面朝天躺在那个床上，放高度的放松，让这个气啊畅通，不要加任何意念，不要阻碍它，它有它先天的轨道，你千万不要给它再设置重新挖一个轨道，挖一个渠道让它流到这边来，或者用心呢引到这边来，绝对错误。它有一个先天的轨道，为什么我们的能量不进入先天的轨道？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量，连维持生命的能量都不够，所以就没有多余的能量进入它先天的轨道里面来修道。我们干2个小时累得要死，哪里还有多余的能量修道？你这个上面中间呢结束了以后，有可能是上升到上面，有可能还会降到下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大地有吸引力，这个苹果可以掉到下面，虚空有吸引力，所以这苹果会挂在树上，会挂在树上，所以这个树梢会往上长。以此在我们生理里面出现生理的空的时候，有的是从中间空掉的，这样空掉的，有的是从头上空掉的，有的是从下半身空掉的。那么究竟从哪里空要好呢？他如果从下面空，你首先是没有性欲的压抑，如果从中间空，就没有烦恼胸闷的出现，如果从上面空，你就会要开智慧。但是你修道这三个阶段都要空掉，也就是说通了，只有空才会通，只有通才会空，只有松才会通，才会空。
一般的年轻人修行一段时间，能量一足，首先眉间这个地方跳动，不断的跳动，会麻会胀，会出现雷鸣电光。你力量上不去，它就会有降下来，就会有心脏的压抑。心脏的压抑，它有可能它会降下去，降下去就有性欲出现。老人呢，他修首先要让生理的能量修充实，修年轻以后才能够修到。所以你老年人没有年轻人修得快，但是年轻人欲望强烈，理想太多，抱负太大，思想太散乱，因此在这方面又不如老人修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一讲身体的精气神呢与修道的关系。那么至于这个话题呢，在去年的10月份讲过类似这样的一堂课，只是那个时候呢没有录像，有录音，我不知道道基啊整理出来没有。那么藏传佛教呢，也是比较注重修炼身体，尤其是对精气神这方面论述的比较多。可是人们往往一听到精气神呢，总误以为是后天的精气神，尤其是练气功的人。实际上密宗以及道教讲的精气神呢，是指先天的精气神，并非指的是后天能生育的精子，也不是后天呼吸之气，也不是我们平时用头脑考虑问题这个神。后天的精气神就修道而言呢，是没有多大的帮助。即便是我们要强身健体，修炼的也是先天的精气神。如果一个人体内的精气神充足的话，平时的手脚啊，尤其是在冬天，都是暖融融的。在夏天呢，手脚是一种清凉的，绝对不是手脚出汗。尤其是有许多人在修到某一个阶段，手脚都出汗，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好现象，
是体内的湿气啊排出来。当一个人体内的气脉畅通以后，手脚啊都是软得很。即便你是一个老人家，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做到。我们都说老人家的手脚不灵活，骨头硬的，实际上只是说到一种现象，根本原因是精气神没有了，失去的太多了。身体里面这个筋呢，这个筋是指的筋骨的筋，就是没有生命力，肾水不足了，没有办法滋润这个筋骨了，所以它就老化了，变得比较僵硬。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皮包血肉筋缠骨，当一个人的生理机能衰老以后，缠着骨头的这条筋呢就萎缩了，所以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做不出来，摔一跟头几个月身体还会痛，甚至容易摔坏掉。而一个小孩子呢，天天摔跟头，爬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因为一个小孩子精气神呢一点没有啊漏失掉，也就是说他保持了先天的最原始的精气神。当我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返老还童了以后，摔在地上也像小孩子一样爬起来照样走，不容易摔伤掉。有的人为什么这个关节呀、这个脖子啊，甚至腰啊很容易扭伤，很容易脱臼啊，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体内的精气神不足了，消耗太多了，这个筋啊缠着骨头的这条筋犹如弹簧一样，太松了，没有弹性的，所以动不动就把脖子给扭了。什么扭枕呢、脱枕呢，听过这句话没有？有的腰扭伤呢，为什么小孩子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小孩子的小筋呢像弹簧一样非常有弹性，当我们修炼以后体内精气神充足了，首先身体里面的暖流啊就会自然产生，当这股暖流产生以后传遍了全身，第一个得到滋润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弹簧，也就是这所有全身的这条筋。如果说身体没有这个筋的话，骨头就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正是因为筋把骨头啊紧紧地缠在一起，就像弹簧一样，所以骨头与骨头之间才不容易脱臼啊。如果你修炼得好的话，即便你是80岁，身体的元气、精气神呢，仍然如同青少年一样。为什么过去那些大修行人呢，他有超常人的精力，一直用不完，他一个人的工作可以相当于10个人甚至100个人的工作，他根本都不知道疲劳，他本身先天的精气神充足，再加上他对事业的专注，他把身体的能量全部用到事业上去了，没有被身体消耗掉，也就是说没有被我们身体的欲望消耗掉。昨天那几个道教的居士，他问我一个问题，今天上午还来了，你们可能没有注意，他们是道教的居士，本来昨天晚上我想来讲开示的，所以跟他们一聊啊就太晚了，就没有下来。他问到我一个问题，就说他说在30岁以前没结婚的时候精力那么充沛，也没有夫妻生活，都精力都到哪里去了？他说结婚了以后夫妻生活很频繁，
精力又从哪里来的？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在座的有一部分是出家人，还有一部分是在家人，而且都有过家庭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有过家庭的生活的人是否注意过这个问题没有？后天的精气神呢，原本根本就不存在。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后天的欲望，先天的精气神才变成后天的精气神。也就是说，你后天的精气神消耗的越多，越会影响你先天的精气神，那么你修行的等级一直上不去。因为后天的精气神，它是在先天精气神的基础上降落下来的。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有水蒸气降下来变成水，由水再变成冰，那么修炼以后呢，由冰化为水，由水再蒸发上去去变成水蒸气。在这个道教和密教里面一直提到任督二脉与修道的重要性，还有这个中脉与开悟的重要性。我们禅宗以及汉传佛教很少提到，即便是提到，他也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语言，对于那些没有悟道的人以及没有得到的人，他们根本听不懂。为什么过去的禅师要采用这种方式表达道呢？就是为了避免不明白修道的人毁谤，还有一个呢，是怕修道的人对身体、对精气神的执着。因为真正修大道和身体没有绝对的关系，和精气神也没有绝对的关系，身体和精气神只是修大道的一个基础。修完四禅八定，这个肉身和精气神根本用不上。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几个人修完四禅八定呢？有几个人把精气神修好了？道教里面的精气神勉强相当于汉传佛教的四禅八定。实际上四禅八定的境界要比道教里面讲的四个阶段要高。比如说道教里面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入虚，炼虚入道，勉强可以和佛教的四禅八定靠近。那么密宗的修完左中右三脉，跟四禅八定，跟道教的四个阶段都非常接近，但是在细节上面也有出入。现在许多修行人，你既然没有把身体修好，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给空掉。要想把身体空掉，首先身体要通要透，否则的话这个色身呢空不掉。你的色身既然空不掉，你就没有办法让心灵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感觉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肉身存在，而且痛得不得了。我们的心态怎么入道了？你要想把这个身体空掉，首先你的气脉啊要畅通，也就是说在气脉畅通之前，
精气神要充足。精气神不充足，全身的气脉怎么能够畅通呢？就像一个水管要畅通，首先保持水不断。如果说长期一个管子里面没有水的话，管子就容易生锈，一旦有水，刚开始又很难以畅通。你必须到处敲敲打打，把里面那些生锈的铁渣子给排出来以后，水管才会畅通。如果说水管里面常年保持有水的话，它就不容易堵塞，即便是堵塞的话，很快又冲通了。修道以及入道得道，它不是靠的气，但它在最初的阶段确实与气有关系。真正的入道是靠的光，但是入了道以后，光也用不上了，和光也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精气神它只是修道的一个阶段，它不是修道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许多修气功的人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再也上不去了？要想上去的话，你除了修佛家功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真正的密宗啊，是禅宗。你修密的，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要想圆满的成就，你必须回来落入禅宗上，方位究竟圆满。否则的话，你都在四禅八定以内转来转去。也就是说，在你的色身上面，我们的前胸呢，也就是前面我画了一个图，你们那边看不看得见？后面的看见。我们的前胸啊，这是前胸，也就是我们这个前胸相当于任脉。你说近处可以拉近一点。这个后背啊，相当于督脉。这个中间呢，相当于密宗和道教讲的中脉。如果说这三个脉不畅通，你想入道啊、开悟成佛呀，确实不可能。但是我要说清楚的，你就是任督二脉、一中脉畅通的人，未必开悟成佛。但是真正开悟成佛的人，他的任督二脉、一中脉绝对是畅通的，就这么微妙。你像我们为什么静坐的人要气沉丹田？气沉丹田这是最初的一个阶段，千万不能把气沉丹田当作修行时钟的一个方法，100天就修完了就超越了。因为气一沉丹田，也就意味着能量沉丹田，前面的能量一沉丹田，它就能量就跑到尾巴骨了，这是尾巴的尾闾，跑到尾巴骨了，它就从背后升起来了，又上到头顶上来了，又还筋补脑了。可是有几个人能够达到气沉丹田，也就是能量沉入丹田，不从前面漏掉的？往往能量一沉入丹田的，性欲就要旺盛，根本凡夫管不了自己。如果说对于修道心比较强烈的、愿力比较高的话，当他的能量到了前面，也就容易从后背啊、尾巴骨啊，从脊梁上面升上来，就没有欲望了。在这个道家，这个叫做三江口，也就是任脉和督脉以及中脉汇聚的一个焦点，能量全部从这个地方漏掉了。也就是说，夫妻生活频繁了以后，能量全部从前面，这是个我们男女同志的一个生殖器，就是从这个地方化下来的。男女同志在做夫妻之间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男同志是释放阳气，女同志是释放阴气，
阴阳二气一碰撞一结合，他身体里面就会有一种快感。当我们把初禅修完了以后，进入二禅呢，也是阴阳交合的时候，浑身有一种欲醉欲仙的感觉，那不知道比那个凡人做那些凡事啊要强烈多少万倍。这也就是为什么修禅定的人到达一定的时间呢，他根本不需要夫妻生活，他完全可以超越。四禅八定的初禅定叫做什么？立生喜乐地、定增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心境地。喜啊是指的心理的，乐是指的生理的，也就是快乐是由生理产生的，喜是由心理产生的。如果说你的能量没有从下面漏失掉的话，它精呢就变成一种热量，变成一种热量。人体的热量是由精产生的，这个精是指的先天的精，不是后天能够生育的精。如果你保持先天的精不变成后天的话，它就能够变成一种气，它是一种元气，绝对不是呼吸之气。你再通过修炼，它就变成一种神呢，或者通俗讲变成一种光呢。它在头上，头上指胸腔这一带，我这画了一个横了，头指胸腔这一带它是神，也就保持一种光。你们看到佛菩萨为什么上身有光呢？比如说胸腔到的肚脐眼以上，这个中间就是一种气，是呼吸之气的气，但它绝对不是呼吸之气的气，它是一种元气。由肚脐眼以下到膝盖以上，它是一种筋。你看有很多男女同志一到冬天呢，膝盖手脚冰凉，就是它的筋不足，这是指先天的筋，不要理解成后天的筋的。那么你通过修炼以后，筋就变成一种热量，这个气变成一种逆气的气，那么这个神就变成一种光。它正常在身体里面运作的规律，我们是吃的五谷杂粮，通过这个胃部吸收了以后，产生一种能量，储存到我们丹田里面，也就是说变成这个筋。这个时候还是先天的筋，通过修炼以后，它就顺着这个任脉开始走到下面，走到这个三江口这个部位。你如果说是一种禁欲的，或者说一种节欲的，你通过修炼，它就转到这个尾巴骨，转到后脊背啊、后脊梁沟身上来。为什么我们身上在这个阶段呢，是很难以再上升的？为什么我们静坐的人后背啊，做到一定的程度，像个砖呢，像个石头压在背部一样，很难以再往上通呢？如果你背后，我们前面有一个十字，背后这个也有个十字嘛，背后这个十字，如果你背后这个十字打通了以后，就是背后一定会放光的。但是很少有人打通，打通了以后，它就会顺着你的后脖子再往上升。当这个能量升到后脖子的时候，你的眼睛呢，包括这个眉间，一定是金光闪闪。这个时候你会误以为自己得到了，甚至开天眼的。它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它过了这个阶段，它又经过了眉间，你看这个眉间又经过鼻梁，又经过上嘴唇，然后又分到两边的法令线，再经过下巴，再经过咽喉，咽喉又非常难以畅通。咽喉畅通的人，他说话念咒语绝对有一种震动力，我们通常说的有一种磁性的。也有一些常人没有修炼，为什么也有一种磁性的？他本身的能量很足，他已经从后面上来以后走到这个咽喉了，他本身的能量就很足，即便是他有夫妻生活，但他还有多余的能量跑到后面来了。当把这个咽喉打通了以后，经过了胸腔，也就是大约也是这一带，经过胸腔憋得呀非常难受，你会误以为是有了胃病，实际上不是胃，就是胸腔，这个胸腔的骨头啊会痛，
经常你看一些长期坐禅的人就会打这个胸腔，就打这个胸腔了。胸腔打开的人绝对没有烦恼，不会生气。你别看他骂起人来像狮子吼叫一样，咆哮一样，但他绝对不是一种生气。有的人虽然不发火，但他气会憋在这个胸腔。当一个人要发火的时候，他往外呼气，实际上也是把胸腔的气给呼出去的。这个气没憋在这个地方了，他也就发不了火了。他所谓的发火，也只是把胸腔的气给骂出去，给吵出去，胸腔空了，松了，他也就没有火发了。所谓的发火，就是气促使他不得不发火。如果你这个气再继续往下降的话，它通了通了，再往下降的话，会把丹田的下半部全部畅通了以后，人的身体绝对没有欲望。这是这个欲望是指的生理上的欲望，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种性欲。为什么常人有性欲呢？就是因为他后面尾巴骨这个能量转不到上面来，他憋到这个前面，因此就要发泄。那么你要是不发泄的话，你必须通过修炼把这个力量转到背后来，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一股能量憋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凡夫的这些现象出现。那么通常这些要修多久呢？你的方法不懂或者不正确，你的时间用的不够，你一辈子都修不完。正常情况下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这些再也用不上了。如果这些都属于歪门邪道的，它和修道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在过去那些老禅师在禅堂里面从来不讲这些，凡是能够进禅堂的就类似类似研究生的博士生的。试问在研究生的课堂里面，博士生的课堂里面，怎么还会讲横竖撇拉阿窝阿一乌鱼的？这些都是在小学一年级就应该结束的课程。可是长久以来禅堂里面从来不讲这些的，那么佛教以为这些和修道没有关系。如果突然有一天某一个法师一个禅师在禅堂里面讲这些，大家都说他是歪门邪道。五大宗的禅师临济、曹洞、运本、未央、法眼，他们都谈到过这个话题，但是他们用一种非常隐晦巧妙的字眼在讲。他们通常用了一些听前脖子术、竹根禅杖，都会朝这方面联想，江水来比喻，你们怎么可能会想到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尤其是没有一个悟道的人来讲，根本不会朝这方面想。当你任督二脉的精气神充足了以后，它就不是围绕着整个身体转的。你们练气功人不真像说是在身体里面转来转去吗？这个还是小儿科呀。当这个转完了以后，它就不走前胸后背的，直接进入这个中脉，就从头上出去，头就开始放光了。这个头啊，就像一个莲花一样打开的。任督二脉还是最初的，当任督二脉结完成了以后，它就进入中脉，直接上来了，直接从头上出去了。我过去有个比喻，我说那个苹果呀，为什么上面有个地瓣，后面有个肚脐眼的？那个就是这个中脉，就是这条中线，这个中轴啊。你看我们头上都有一个线的，这个就是个苹果的地瓣。那么那个会阴穴的就是在下面，那个苹果的地瓣就是在下面。四禅八定早就把它修完了，
真正中脉通，头顶的莲花大开，出去以后才是修道的开始。在这个之前都是大基础。您说烧香拜佛和这些有关系吗？你们知道烧香拜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原始佛教有没有这些事情来做？真的任督二脉以及中脉畅通了以后，他做事啊，即便是再累，躺下来休息半个小时就已经恢复了。也就是再慢的话，一个时辰足以恢复了。他马上这个能量就补充了，满了。那么常人的能量都到哪里去了呢？全部啊，变成后天的东西，从这个下面呢漏掉了，从下面漏掉了。你再多的能量，全部从下面漏掉。你要想不让它从下面漏掉，你就最初就要从尾巴骨转到背后，伸到后脊梁，伸到头顶上，再从前胸降下来，再进入中脉，从头上出去。你不叫它从下面出去，你就叫它从上面出去。你没有办法从上面出去，你就必须叫它从下面出去，否则的话你就要发疯，否则的话你就要变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办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经常说禁欲的人心理都不健康，除非你是降服了这个身体，四禅八定修完了，身体生理的这个三条脉络啊畅通了，那么你心理绝对健康，不会变态。你变态是因为生理里面有一股力量迫使他不得不这样想，不得不这样做。降服心之前先降服身体，一个凡夫而言都是被身体推着走，不可能让心理影响生理，都是受生理影响心理。只有一个圣人才可以用心理影响生理，用心理带着生理来走，否则的话都是被生理牵着走。完了以后，你们不要执着的在身体上面修这些，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它只是一个修道的基础。这个基础你不修完，不打牢固的话，你想真正的修大道，念神入虚啊，是绝无可能的。我们现在所谓的修炼，充其量也只是练个身体，也附带在修炼的这颗心，但是你的身体没有畅通，这朵莲花没有打开，东西没有出去，你所谓练的心都是不究竟，都是随着情绪波动，今天心态好，明天心态又差得很，又一落千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之所以圣人有一颗平常心，是因为这个基础已经平静了，已经大牢固了，生理不会波动了，所以他的心态平静。个人他体内的能量充足了以后，他是往上升，处处这种莲花打开，这个本来面目冲出去。而一个将要死的人，他的能量没有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把他神识给他送上去，那能量没有了，他含不住神识了，能量从下面走掉了，散掉了，含不住神识了，神识也会脱体啊，脱体。
也会跑掉。足了以后，他也能够处死这个神识，飞出去。但他绝对不是像人将要死、四大分裂、元气没有的那个神识，他含不住了，也就是力量不够了，含不住了，那种脱体是不一样的。静坐的姿势不正确的话，我上一堂课讲到，教大家学静坐，为什么要把屁股下面垫一个两寸的垫子？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拜凳啊，前面都是斜的，那么用来打坐的时候呢，他的屁股自然就垫高了，他的后面尾巴箍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半圆形的，气血就容易畅通。如果要是平平的坐在一个平面上，尾巴箍这个地方就折叠的很紧，就是个90度的折叠起来，气血就不容易上升。如果你有个坐垫的话，这个尾巴箍这个地方就是个半圆形的。可是这些都是对于最初坐禅的人来讲这么重要，一个长期坐禅的人根本都不存在。把四大修完了，已经空掉了。一个四大能够空掉的人，试问他的气血能量怎么可能会不会畅通呢？正是因为四大畅通不了，所以你的身体忘不掉、空不掉。这个高僧大德，哪一个不是气宇轩昂、用不完的劲？脑袋瓜的都像一个大西瓜，像一个大皮球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脑袋啊，比起来祖师爷的脑袋啊，一个都是干瘪干瘪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曾经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的头啊，就像一个花骨朵一样，一个花苞一样。花苞之所以长得饱满，就是因为下面的能量很足。如果下面没有能量，它不往上输送的话，这个花苞啊就是瘪瘪的、干干的，根本开不了。它就是开了，也是小小的。虽然注重在心态上面修炼，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处理好的话，心态根本静不下来。佛教不是不承认身体与修道的重要性，他只是不注重修身体。在修行人当中，思想单纯、心念专一，在身体这方面根本是不值一提，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修完了。可是我们现在专门修身体还修不完，还不知道怎么修，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身体修完了以后再来修心态。这爷们讲的大道不利身心。我们现在虽然口口声声也是在修身体，也在修心态，把这个基础打牢固。特别注重啊不倒单，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几乎很少有人提到这些。但是你要想真的有大的成就的话，要把身体这个阶段修炼好的话，还必须要有一个阶段训练不倒单。但是在这个阶段，你生理上面所有的病都会出现，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修行以后产生的病，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原本就有病，它一直潜伏在里面，没有机会让它萌发出来。只是现在你是通过禅定把你过去里面原有储存的病，就像是一种监测器一样、探测器一样，把它探出来的，提前让它分期分期的
释放出来，不至于他有小病继承大病，突然有一天爆发，发现已经是晚期的，人就死了。朋友，其中有两个朋友是这样，当发现自己有病以后，半年的时间就去世了。我昨天上午啊从广州回来的，我前天晚上到广州的，也送我一个徒弟，他是白血病往生的，他因为在最后两天呢处在昏迷状态，他一直喊师傅，因为广州离这里比较近，我前天下午啊坐的那个大巴赶到广州已经晚上了，去了以后啊他也是刚往生，然后去了以后呢，我给他念念经，把他的头啊拍了拍打了打，自己有病了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一旦发现自己有病就已经是晚期的。为什么静坐的人很容易生病？实际上就是因为身体原本就有病。当一个静坐的人，他身体的元气啊，这个能量产生了以后，它流通到哪里，哪里有病就有反应，没有病它就很快啊通过，有病了以后就不通过，就憋在那个地方，一憋在那个地方它就要爆发出来，你就误以为是打坐生病的，它原本就有病潜藏的那一段那一带啊，就像是下面埋的有那个定时，埋的有那个炸弹，你用那个探测器探出来的，你说是探，你说是探测器的原因，那是因为下面本身人家早已经埋好地雷了，不是因为有了探测器下面有地雷，而是因为下面本身就有地雷。而我们身体的元气呢，在身体里面流通，流通到这个胸腔呢，你出现胃病呢，你以为是有胃病的，是以为是气产生造成的胃病，那是因为原本你的胃就不太好，它流到这个地方它通不过的。那么你通过一系列的办法对治，让气通过的，以后就不再生胃病的。人能够让生理上这一股力量唤醒，有时候好不容易修一点点力量，又漏掉了。从哪里漏掉了呢？不仅仅是夫妻生活之间漏掉，还是从六根上面漏掉的。你眼睛看多了也是一种漏，耳朵听多了也是一种漏，嘴巴讲多了更是一种漏。心里面考虑问题多了还是一种漏。为什么说修行人第一步上来就要六根关闭？当你的六根关闭以后，生理里面的这一股力量才会自动进入任督二脉，以及回到它的中脉里面。当一个人在劫狱的时候，甚至在境狱的时候，他的能量，也就是说精气神吧，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它全部是储存在任督二脉里面以及中脉里面。当一个人纵欲过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的任脉、督脉、中脉里面的能量全部到下面来了，从下面被发泄掉了。你禁欲的时候，他的能量全部储存在这个三条脉道里面，就像一个三个渠道一样，全部储存在里面。那么我传授大家的七节动功，第二个动功叫做什么呀？是不是？我第三个动功叫什么？合住江帆。合住江帆的这个主要作用，就是开通你的尾巴骨。尾闾这一关呢是非常难过的，很难打通的。一旦把尾巴骨这个地方打通以后，能量就会顺着后脊背往上升。
合住江帆的，它就是让能量不从前面漏掉，由前面转化到后面来源。为什么叫做合住？河里的水停止了，不再流了，江帆指下面的能量，江里的大江大海里的水有多少多，再多的水它又从下面翻到上面来的，翻到上面来。前面这条啊河流啊永远停止，不再流，不再流通了，前不到后面来的。合住江帆的实质意义就是这样。它的原话叫做合住江帆，水到渠成。逆流者为圣人，顺流者为凡夫。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修完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个四禅八定，还是个基础。禅修完，念过女神功吗？他为什么女神功要吸一口气沉入丹田，还一憋气眼前都放光呢？他实际上他的原理还是从嘴巴吸一口气憋住丹田，丹田的气往下一压，后面的气就跑到眉间，眉间就放光。他有的时候背后通完了以后，他的一吸从嘴巴里面一吸气一压，他进入了中脉，又冲到这个眉间，冲到头顶上，他也放光。他这是利用后天的呼吸之气把先天的元气给带动，给他点燃。真正放光的不是后天的呼吸之气，是先天原有的气，不注重那么采气的吐故纳新的，它都是起一个火柴点燃的作用。道是到了一个最初最初的阶段，光它也不是道，只是入道的一个标志。大家好好念的话，这三条脉啊，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就畅通了。即便你不信仰宗教的人，你念这个七节动功，一样身体健康，会延年益寿，除病强身呢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是用来修道的话，提高你的能量是轻而易举的。树木啊，很容易枯萎，就是树木的能量不往上输送了。一个年轻人的生理啊，为什么容易枯萎的？也是能量不往上输送的。如果说能量很充沛，一直持续不断往上输送的话，人的身体不容易枯萎，那么这棵树木它也不容易枯萎。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佛门里面非常注重吉祥卧？因为我们在吉祥卧的时候，会把这个管道啊折叠起来堵塞，它的能量就很容易从这个尾巴骨伸到你的后脊梁背了，甚至还会从这中脉往上伸。如果你不是采用吉祥卧的话，能量它就不容易往上伸，也不容易，中间也不容易上来，背后也不容易上来，它就容易停留在下部，很容易从下面漏掉。所以吉祥卧就是把这个三江口的一个出水管呢给折叠起来堵塞了。尤其是男同志在这方面是最明显的。如果你要想悟易经的话，你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吉祥物。在能量充足到一定的程度，你还没有化解掉的话，这个办法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你必须要把冰变成水，水变成气，把它生化掉，往从上面散发掉。否则的话，它肯定会从它后天的道路出去。真正先天的道路它是从上面出去的，所以当一个人上面打开了以后，他吸收的能量他就不仅仅从五谷杂粮里面吸收了，他本身从上面就可以吸收进来，从头上进去。那么第一个观音请身的动作
就取代了这个功能。当能量充足了以后，可是又关闭不掉，那么仙鹤展翅，它就是让这个能量进入体内的能量达到阴阳平衡。首先关闭下面，关闭下面以后，一旦充足，它还是要从它后天的渠道出去，那么必须采用合竹江幡。合竹江幡一足了，它的阴阳还是不协调，左边不会到右边，右边不会到左边，所以采用了西流望月和这个乾坤旋转，也就是左边力量到右边，右边力量到左边，互相交合，交合完了以后阴阳平均呢，要盘旋，盘旋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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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了，往上出去，就像一个瓶子里面的水，比如说30毫升、40毫升、50毫升，满了以后就从瓶口就要打开，就要出去。可是满的，在满的过程当中呢，它还有不满的地方。你们看过那个注射器里面，当吸水吸了药水的时候，里面还有气泡，为什么要把气泡给打出去的？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家不知道啊。如果注射器里面吸完那个药水以后，里面有气泡打进去的话，人都会死掉的，心脏都会停止的。你看为什么挂吊针呢？那个吊针管里面有气泡，要把气给放掉的。那个气一进入心脏里面，心脏就出问题了。恐怕就很多人还第一次说吧，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吧。第一次，我们医院里都知道。对，这道医就知道，他是搞医的，他知道。那个吊针里面必须把那个管里面的气给排出去。那个注射器里面吸完药以后，它的朝天的再挤一下，把水就冒出来，就是把它气给排出去。如果气不排出去，跟注射在里面，身体里面有气就容易得心脏病，容易得梗塞。不管是打静脉还是打脊肉，必须要把气排出去。所以那个荷花摇摆和那个逆地冲天，哼哼，就是这个把气给排出去，既古老又科学。可是你们根本都不知道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叫你们练呢，就像打你们还要来，就是不练。就像父母亲教小孩读书一样，打死我也不读书，给你读的书，我读书有什么用啊？给你读的书，所以就是不读书，保持着就往下跺，跺的同时就要呼气，呼气，必须要配合呼吸才有用。即便是我今天讲给你们听，你们感受不到，因此你们还不会深信无疑，只是若有所信。因为你没有感受到，怎么会深信无疑的？除非你切身感受到，才会深信无疑。佛教里说的吉祥物是右侧，我您是不是左右都可以？但是你们初学的时候一定要右握。你什么时候身体关闭了以后，就可以左右都可以握。那就还是跟佛教说那个右握右吉祥物。因为我们男同志的金朝是在右边，如果你这个翻下来的话，就意味着盆子朝下来的就容易逆金，就好像个瓶口一样朝下来的，就是这样。而且我刚才讲过，你看我这个头啊，这个是这边的，这个是前胸的，前胸，这个是鼻子嘴巴。你这样一握的话，就把这个管道啊给堵塞了，折叠的，这个管道折叠的，就没有欲望产生。而且这个男女这三条脉呀、啊、是一样的，这三条脉也是一样的，是没有区别的。很好现象，将来长期下来就会得着骨刺、骨质增生。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情况？我一说要说的点子上，我就不太好说这些。为什么小孩子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结过婚的人会有这种情况？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们皮薄血肉筋长骨啊，这个筋呢松的，弹簧松的，那个小孩子为什么就不会嘎吱嘎吱咯嘣咯嘣响呢？他那个弹簧啊，紧紧的把这个
两个轴中间，比如说这个圆的这个轴啊，这个轴弹簧啊，紧紧的固在一起。那么有时候呢，我们身体很僵硬，好像弄哪个动作，再弄不动，好像松一松，当时舒服一点，没错。它暂时起到的这个摩擦呀，它是拉开的、松的。实际上，骨头和骨头一摩擦一久了以后，中间的空隙越大，空隙越大，它里面就要再长骨头了，长骨圆了。何为骨刺？就长骨头又长个骨圆了，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又冒个小圆了。小圆冒到这个地方，两个骨头又摩擦，就骨头痛，就骨质增生，就是这个原理。但气血不畅通，冒个骨头牙子的，为什么气血不畅通呢？没有多余的气血，就是后面的力量啊没有跟上来，没有持续不断的流通，只是流通一段的时间的，后面不流通的，所以流到这个部位，它不后面没有力量，它就不往前面流了，就停在这儿了，停在这儿了，它就冒个骨头芽了。如果后面再持续不断的往前面流，它就不会停留到这个地方，它不会冒骨头芽。骨质增生呢，骨刺那怎么办呢？就是理气活血，增加这个元气，让它畅通。病人呢，绝对是一个生理学家。如果你对自己的生理不通达、不明了啊，你想入门呢，没那么便宜的事。《黄帝内经》怎么来的？全是过去修行人呢，拿自己的身心来验证出来以后，总结出来，才写的这一部经书。也可以说写这本经书人就是圣人，练多了以后身体就不会出现很僵硬，你不会咯嘣咯嘣响，因为响是因为骨头互相摩擦，之所以摩擦是中间有空隙。我们吃过啃过骨头的人都知道，骨头上面一层那个筋呢，就像个胶垫一样，就像胶垫一样，软组织，医学叫软组织，我也学个名词儿。软组织包括肌肉什么，这不是骨头的都叫软组织。不，它那个不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胶啊，膜儿那叫。骨膜也叫软组织，是不是？也叫。那可能我搞错了，你们不要听我的话，也别我也说了，你们反正你们懂那个道理就行了。它和骨膜啊。它就是和那个筋的连为一体的，脊柱之间那个椎体之间有一个骨膜，椎间盘，椎间盘就是那种软垫，是不是？对，就是软垫。椎间盘突出，人不腰疼吗？对对对，那就弹簧一松，它的软垫就冒出来了。软垫就是这是骨头，骨头缝隙的那种软垫冒出来挤出来的，它就腰痛了。这软垫为什么容易挤出来？就是精气神不足了，弹簧松了，软垫出来了。那么气节动工呢，就是让它弹簧紧，不让它松了，就弹簧紧。打土墙的时候，那夏天我穿的那个凉鞋，脚一出汗就打滑。我结果那个我爬了山，那个脚啊，噌一下跑到后面来了。哎呦，我当时痛的呀，那个身上呼一下子冒那个汗，一下子飙出来了。我知道，如果不把它搬过来，一过了时间就不见，我一牙砰一下，牙一咬就给它搬过来了。搬过来的话，我就靠在这个地方保持个姿势，我就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哎，又好了。当时正好我一走路一跳，不知道怎么的脚一扭到后面来了，把我痛的呀，呲牙咧嘴，那个汗呢一冒一下出来了，从毛孔里冒出来的，不是说出汗的，是冒一下出来的。我马上就把它搬过来了，它时间一久啊，搬不过来，我把它搬过来了。搬过来以后，我就保持个姿势不动，它那个悬空就这样，就这样慢慢动，慢慢动，慢慢动完了以后，可能等待半个小时，哎，我就走路又正常了。那就说明我是软组织还有点弹性，还没有像脱臼啊什么的要脱损。当时痛的也不得了，我当时。把我痛的骂，我说这他妈的何苦啊，你说什么开山见寺庙，把我痛的不在那儿，那个汗是冒出来的，那搁一般人早骨折了，真的早。我一边痛还一边的骂，我说这怎么见寺庙的道理，为什么要见寺庙。
壳吸一口气憋在嘴巴里面，不要呼出去，再不行的把自己头啊打两锤。很微细的打瞌睡啊，就是散乱的，严重的昏沉呢、那就完全是睡眠的。有的人修净土法门十几年呢，还不知道何为净土法门，甚至修禅宗的十几年呢，也不知道何为禅，修密的同样还犯这个病。另外一种人呢，误以为自己念句阿弥陀佛就是念净土法门的，弹个腿就是禅宗，念个咒语接个手印就是密宗，如此类推，那剃个光脑袋穿个和尚衣服那就是和尚，穿个西装那就是西方人，穿个日本的和服那就是日本人的。不染为净，何为禅呢？不散为禅，何为密呢？不乱为密。净是心中净，禅是心中之禅，密是心中之密。无数个法门，无数个宗派，不外乎禅净密。禅净密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心。你念阿弥陀佛不也是为了一心不乱吗？你参禅也是为了一心不乱，你修密身口意相应还是为了不乱。不管你哪一种方法在用功，目的都是为了一心不乱，并不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西方净土，也不是说你参禅就能够开悟，更不是说你修密身口意相应就能够寄生成就。